茫茫股海，味觉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最大获利契机，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甜心。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闪亮亮、亮晶晶，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恭喜狂贺我们的亮晶晶，我们的彩晶啊，给那里呢又再创新高哦，继上周三天三根涨停板之后，给那里股价又再创新高，还有我们的新标股台湾 GASO 也持续的创新高咯，恭喜我们全国会员好朋友大赚特赚，也恭喜呢有跟上有追随的好朋友，以及您有来索取会员专属标股周报的好朋友，跟上甜心天天开心，跟上甜心天天帮自己来加薪啦、啊、哇，又是好的开始啊，成功的一半上个礼拜我在节目中已经提醒了、嗯、这个礼拜准备大赚特赚啦，所以再次恭喜全国会员赚了敦泰够不够？不够，励志不够，箭头、啊、不够啦，博磊不够不够不够，彩晶今天继续创新高，还要还要还要，台湾加速今天又喷出去啦，哎呦越赚越多了啦，所以我常说行情非常好、嗯、行情不等人，是啊，你赚钱绝对是拼速度，而我就是实在讲实在做，怎么做我就是怎么讲，对呀，你看哦，彩晶真的是每天看到亮晶晶水当当呢，我看到我眼睛都亮，老师好飙哦，这一档上个礼拜哦三天三只涨停板，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创新高代表什么？你任何时间买通通都是赚钱的，开心啊，赚钱开心啊，再来哦，新标股台湾 GASO 基本面我讲过了嘛，哎呦今天呢一样是创新高，开心啊，真的又赚钱了，所以我就说这个礼拜准备大赚特赚啊，你千万后不要预设立场，是的，这个台股是史上最强的台股、而且是最
大的多头行情，你今天把大盘 K 线给我看清楚，今天的 K 线已经打挂一堆名嘴了。嘿，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嘞？来哦，前两天，也就是上个礼拜，台股出大量，是啊，爆天量6500亿，没错。市场上也不用我再点名了，应该黑天鹅已经飞满天了，黑天鹅已经变黑乌鸦了吧？真的不用我提醒你嘛？哈，对，已经很多人说，哎呦，保守再保守，对呀，台股到顶了。是的，你现在你今天你看到台股哦，没有三天就扒了一巴掌过去了，真的啊，嗯，没有三天直接跳空上去，没错，直接又展开另外一个位阶，有的，好恐怖啊，好厉害，这叫什么创高无极限啊？是啊，我有教过你要预设立场吗？不用预设立场，我怎么样教的技术分析，我都说你不要预设大盘高点，对的，你千万不要预设个股高点，是的，你在股市里面哈，就是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他怎么走我们就怎么做嘛，不用猜，对，通通不用猜，真的，所以啊，台股资金多到淹天灵盖，你光看大盘就知道了，大趋势的方向妍希从来没有变过嘛，所以我上礼拜一直提醒你，一直强调洗得越凶，哎，涨得越猛，大家来股市不就是希望老师都跟你讲的方向是对的吗？没错啊，我从来没有跟你模棱两可哦，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见涨说涨，见跌说跌哦，完全没有。上个礼拜爆天亮的时候，我讲得很清楚，是把指数放一边。嘿娜 ，follow 我，有看妍希 ，follow 天希老师。上个礼拜爆天亮，彩晶一样涨停板，有的。今天呢，台股跳空，彩晶早就领先群雄攻出去了嘛，创新高了，对嘛？所以好的股票是不是都提前给你？有的，你看哦，你彩晶在四月中，四月中现在是四月底了嘛？对呀、啊，四月底了。他在四月中才开始公告财报，他告诉你第一季的年增非常漂亮，是四年来的高点，是的。但是我说过了 ，K 线打开来，K 线看清楚 ，K 线会说话。而且呢，妍希也很大方，我说过，投资朋友们，你可以看财报买，你也可以听新闻上面的名嘴买，可是呢，当财报跟新闻上的名嘴在讲的时候，股价齁已经冲出去了，已经快二字头了。是啊，可是呢，妍希是什么时候就给你的？3月29号，三月底，你把夏日乐悠悠周报拿出来，上面的日期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三月底就给你了，有的 K 线会说话吗？没错，当时的股价就在14块附近，是的，14块附近哦。14块附近，我给你的时候，全市场没有人在讲面板呐、啊，没错。就算哈之后喷出去再讲面板，也所有人只会看友达，嘿，看群创。妍希，你看的就跟别人不一样啊。妍希怎么看都是彩晶，我说过亮晶晶啊，是啊，闪亮亮啊，亮晶晶啊，彩晶啊。我就是擒贼先擒王，所以呢，当时给大家的时候，股价才14块附近呢、啊，飙到现在已经多少了？报告从14涨到15、16、17、18、19、20、21、22、23、24、24.85，股价再创波段新高，轻松啊，开心呐、啊！所以我说哦，你可以看财报买，可以看新闻买，股价已经二字头了、已经落后很多了呢。那我不知道说到底是买在14块附近的人带你追，还是买在24块附近带你追？当然是24块附近，是那才叫追吧。K 线已经讲清楚了嘛，清楚明白啊，很清楚，不用我多说嘛，答案呼之欲出了，对嘛？而且三月底我一直强调哈，四月的行情很好哦，没错，而且是领先起跑哦。你没有发现到整个四月把那个夏日乐悠悠拿出来，好恐怖哦，好好赚呢。妍希，你整个四月齁都在讲敦泰。没错。敦泰在夏日乐悠悠里面、欸。有哦有哦有哦。妍希，你的见证神通、好恐怖哦。也在我们的夏日乐悠悠里面呢、欸。妍希，你的日励志做大事。是的，我们的励志也在里面哦。奇怪、欸、妍希，你都夏日乐悠悠给我你的老朋友哎、欸。让他赚到没还没落假巴黎呀。重点是老朋友还是持续创新高嘛。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你来拿周报，你后面都可以赚嘛、对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买的低、买在后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是不是妍希在跟你预告的时候你就要有动作，当然就像我最近一直在告诉你、台湾加速台湾加
数，即便今天创新高啦，我还觉得它在地板呐。哎呦呦，老师，这档股票真的很强哎，每天都有新高点。哎呦，强的一定留给会员，这样才开心啊。对，没错。再来，今天还有海龙王。哎呦，我就是标股一档接一档嘛，我说过。赚钱拼速度，我同样每天在分享我的股票，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赚。那如果喜欢跟着我们一样低档卡位是买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的好朋友，喜欢这样操作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咯。亲爱的好朋友，您一路追随一路跟随我们的甜心的好朋友，来，老师怎么做就怎么说，您有都验证到老师的操作的功力还有实力以及标股的威力了。所以呢，现阶段除了呢您的赚钱要拼速度之外，我们还要标股一档接一档，如果你也喜欢底部进场低档卡位标股的好朋友们，要赶紧电话拨通，跟紧跟好跟满就对咯。广告时间一样留给您打电话咯。快进广告0266303237 0266303237，再次狂贺猛贺，上周老师就告诉你咯，赶快跟上甜心，赶快跟上甜心的脚步，获利的速度，这礼拜我们要大赚特赚，给你的标股从小树长成了大树，甚至变成了神木级的标股，这些的股票你通通都能够拥有。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彩金继上周三天标出了三根涨停板之后，给那里再创波段新高，还有我们的新标股台湾 GASO 持续的加速中，持续的股价狂奔中，给你的获利持续的放大中。所以亲爱的朋友，标股就是要一档接一档，让你获利无法挡。恭喜我们的全国会员好朋友，也恭喜呢有跟上有追随有来索取我们会员专属标股周报的好朋友，跟上甜心天天开心，跟上甜心天天笑眯眯，每天帮自己来做加薪，跟上甜心老师帮你的绩效一天当三天用，不浪费你的时间，不浪费你的会期，给您的操作就是稳健，给您的获利就是迅速，给您的绩效就是 number one。远的不说，说近的，光是近期我们的端泰从去年十月飙到了十一月，涨到了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从去年让你赚到了今年，一个大波段飙出了385%，股价更是翻出了4.8倍。以及我们的雅信，在我们的过年前期内买好买买买齐，雅信一波也飙出了260%，建通也让你从去年一路赚到了现在，一波飙出了190%，金鸡独立的金居股价倍数翻，励志一波75%，大田安普新、华电网、台新科、车王电等等这些的标股足翻不及倍载，老朋友持续赚，新朋友也一直赚，重点是我们让你的获利无缝接轨，标股就是要一档接一档，获利无法挡，赚不过瘾，想赚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就直接电话拨通，跟紧跟好跟满咯，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延熙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拨智慧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小老鼠 Lucky 777，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精彩节目开始喽！
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在第二个阶段的节目开始呢，先来恭喜哈，先来感恩再感谢啦！您上周有跟上新粉专案的好朋友们，有把握我们专案的好朋友们，跟上甜心，让你天天开心。跟上甜心，哎，真的是帮自己天天加薪呢。我们的彩金三天飙出了三根涨停板，在上周。那么今天呢，哎，好的开始又是成功的一半，今天股价又在创新高了。还有呢，哎，持续邀约大家第一档卡位布局的我们台湾 GAS 哦，持续的一直加速加速，要狂奔狂奔再狂奔的。老师给您的标股都是让你擒贼先擒王，重点是哎，在我们的彩金这个报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赢市场40个百分点的涨幅了，好可怕哦！我们就喜欢低档卡位。老师，你真的跟别人不赶快？我孤独啊，我够孤独，我有我们爱，我一直都很孤独，我知道，所以我有孤独的勇气。轻松啦，跟上甜心真的是天天开心。今天真的要感谢一下哈，就是上礼拜的快闪专案，真的是新的粉丝非常踊跃，谢谢大家的支持，感恩再感恩，真的啦，妍希很感恩，谢谢大家，我会哈努力再努力，加倍再加油。好的，我们的股票狂奔狂奔再狂奔啊，所以股票今天又冲出去了，真的。今天好特别啦，因为赖后早上今天也是炸开了，又炸开来，对不对？对，老师股票太强了，我这六日哈。因为带小孩，我知道，不小心又错过了吗？嘿丢，嘿你 miss 掉了。我们今天好新粉呐，只要是新朋友想要跟上的好朋友我一样给你那个快闪优惠啦。好的，感恩老师，这样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我们的股票真的飙啊，对不对？也是庆祝哈，台湾加速，嘿呀，一个礼拜的开始的第一天就创新高，你看看，好的开始啊，成功的一半，大赚特赚就是要这样，因为你低档卡位。对，你买好买满在底部的时候，是不是就等它一直创高，一直创高，一直创高？当然，我可以创高快一点，我也可以创高慢一点，可是我就是创高嘛。有的，所以我就是赚得快，赚得慢，想赚多少由你决定啊，都是赚啊。对啊，今天我想到了一个概念哈，我来平化，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三年，因为台股的成交量是冲出来了，有啊，因为已经站上万点了嘛。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台股这几年的历程哈？我给它三个阶段。第一个叫三步一没有，然后呢到三冲一没有，最后呢到三好一没有。三步一没有，三冲一没有，三好一没有。老师是两好三坏满球数的意思。我只知道这个棒球的术语。老师也是三步三冲三好三命啦。棒球大家都喜欢看圈圈的，真的，大家都把哎圈圈好可爱，对，好可爱。股市要看甜心哦，哎呀，甜心也好可爱。好了，我跟你说哈，这是我哈我自己。看出来的啦，我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有没有像我这样，因为刚开始齁股市三步一没有，就是以前啊还没站上万点的时候，大家看到股市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不想听，哎，不想看，哎呦，不想做，天哪，没有期待，哎，有没有很贴切？有哎，好啦，这两年啊不一样啊，台积电华丽变身啊，联电一样也可以创新高啊。当全球都看到台湾的哦那个半导体的实力超级坚强的时候，开始三冲一没有啦。三冲一没有？什么叫三冲一没有？三冲哪三冲？当冲、隔日冲、有赚就冲，没有技巧。哎，真的好贴切哦！哎，这就是一般投资好朋友的操作的。对啊，可是妍希期许各位听好了，妍希期许各位像我们一样，是三好一没有。嗯哼，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样，什么叫三好一没有嘞？买好股，好好报，是好好赚。哎，没有烦恼，是这样日子是不是很好？开心过，轻松过，这就是我常跟会员家族朋友们在讲的。我们在股市就是比气场嘛，我不是神呐，我没有办法买最低卖最高啦。但是呢，我们买相对低卖相对高，我们就是一档赚完换一档，轻不轻松？轻松啊，长长久久嘛，对不对？不要因为后手上持股过高吓死自己嘛，一下爆天量就吓死自己，然后不要因为股票冲出去跑去追，然后一下爆。天亮要吓死自己，不用，我们就是稳健扎扎实实低档卡位嘛。你看敦泰，讲到后三好一没有，你看敦泰是不是好股？好股，这档股票去年年底啊，我带全国会员买在五字头啦，股价五出头啦，50块附近呐，没错，全部买好买满嘛。有的，我说我当时用台积电的概念帮你选出来的，是的，
我说你也可以买台积电、啊、当时的位阶一比较下来、台积电的股价大概400块钱左右，敦泰才5字头、你可以买8张、对啊，可以买8张、我就说敦亲睦邻，敦亲睦邻涨很慢，好邻居也是要时间看来的嘛，不是今天搬到你家隔壁，你一下子就觉得好好培养一下嘛。对啊，邻居也是需要培养感情的、大家好来好去不是很好吗？啊、对不对？结果嘞，从去年赚到今年，哎呀，涨最慢的让你赚最多、有没有让你大赚特赚？乌啦！好股票有没有让你好好赚、有没有让你好好爆？有。妍希就是期许你要这样子吗？是啊、需要天天换来换去吗？不需要嘛。你可以看哦，大赚特赚385个百分点，而且股价是翻出4.8倍，股价快翻出5倍的公司哎、就是敦亲睦邻啊，是啊，就是敦泰啊、是不是好邻居？当然好邻居、是不是好朋友？好朋友，对嘛？那你再来见证神通的建通，哇，一路让你见证神通，从、去年11月底我就在讲了，是的，时间点我都讲的清清楚楚，十一月，而且哦，十一月的节目也告诉你电动车的概念，有低基期的概念，没错。你要知道，这个是全球的政府政策都是在往环保的方向行驶嘛，对的。而且呢，我也告诉你，2030年预计电动车的销量将成长10倍以上嘛，这是倍数翻的成长力道哎、所以不是说哦，当大家在讲电动车很好的时候，我才带你买的，不是啊，十一月啊，十一月股价当时哦。还在地板、没错、为什么呢？你现在把建通的 K 线打开来看，天哪，才一字头，便宜15块附近，是的，是不是地板？地板啊，地下室啦，老师，妍希，现在我叫它地下室，真的是地下3层呢。而且当时全市场也没有人在讲电动车啊，我就给你建通啊，我说哎，环保为5000铜的概念嘛，我说过后我的股票我都是事先讲、事先给，之后呢，节目整个节目帮你补课补课补课，天哪，从去年补课到现在，你应该都会背了，有有耳朵长茧了，技术就是攻门斗七嘛，对不对？所以我常说包。标股后总在半信半疑中产生、可是当妍希在邀约你的时候，你要有那个敏感度、敏锐度。而且呢，当时我也帮你比较大盘，我说去年年底啊，11月上下年月底啦，是大盘才要攻14000、我给你底部刚刚起涨的股票，没错，我给你底部刚刚起涨的见证神通、而且呢，重点来咯，妍希整路分享以外呢，我12月我一样给你，有，我1月还是给你，有一飞冲天，我2月还是送你，嘿、我不是说好我11月给你一档，我1月换一档，没有哦，我2月又换一档，没有、哦，我3月夏日乐又换一档，没有、哦，我不知道。这样你怎么买、持续给你呢，这样子你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我不知道你怎么赚、你怎么样可以赚到大的波 段，你可以看建通哦、一波190个百分点，所以我常说大赚小赚我们都能赚，是的，重点是你想要大赚还是你想要赚多少、由你决定啊、我不会强迫啊、对不对，由你决定啊，你如果像我们会员就轻轻松松啊，看着讯息哦，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老师我好轻松哦，我今天已经在安排我3天的连假，准备去哪里玩了？对，本周有3天连假，你准备好去哪里玩了吗？礼拜一就在跟我讲这个，我真的是哦，会员太可爱了啦！老师不止把你把连假的花费都传贺啊，把母亲节的花费都把你传贺。对啊，好，对对，我这边再提醒一下哈、那个台湾加速今天又创新高了嘛？哎，我提醒过喽，它是日本独家授权的技术哦。好，那你可能又好奇，老师海龙王呢？对呀、海龙王呢？刚刚开始，我要给新粉一些、时间嘛，对不对？我常说标的强的一定是留给会员嘛。来，我提醒你哦，海龙王哦，它有2个双题材，为什么？宅经济它赚得到，宅经济你知道这是趋势嘛？对对对，这是趋势啊，趋势一旦形成，不会一下子反转啊。妍希说过嘛，好，再来呢，它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的题材，也就是双题材的概念股。我这里哦提醒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会员哦低档卡位，是买在没有人知道的。时
后的好朋友，那就轻松跟上喽。亲爱的好朋友，想标股低档卡位，低档卡位布局，跟上甜心口令。Hold 甲 Hold 捆 Hold 阿明哈，让你操作安心，让你获利更开心。来新标股，我们的海龙王新标股打完 gas 持续的加速中，赚钱要拼速度，标股不等人，赶紧电话拨通跟上就对喽。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02663032370266303237，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跟上甜心买到了标股，天天开心，每天帮自己加薪，给你的操作就是稳健，给你的获利就是迅速，买到了标股，赚到了标股，口令 hold 甲 hold 捆 hold 安民呐。而重点是你早早跟上，当然是赚最多的，也感恩再感谢上周有把我们的快闪新粉专的好朋友们来，这礼拜老师兑现了哈，不仅让你赚，还要加倍赚；不仅让你赚，还要让你大赚特赚。上周我们的彩金三天飙出了三根涨停板，今天股价再创波段新高，以及台湾 GASO 持续的加速中。节目当中公开分享，每天都有高点，每天都创新高。那么新标股这档海龙王都凯系，想跟上，想一起来卡位，想一起来赚的好朋友，跟在甜心老师身边赚最多。因为你只要看着甜心老师给你的讯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买好股，然后呢，好好的报，好好的报之后呢，再好好的赚它一个大波段。不要老师给你的超级标的股票，你只赚它三块四块，安利就没菜耶。就拿我们的亮晶晶、闪亮亮的彩金，股价来到了24块多，不要等到24块你才追，安利锦江母堂，甚至你等到财报出来，你再来买的时候，我们早早领先市场40%的涨幅了，这就是甜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想要标股底部进场、低档卡位，来直接电话拨通。新粉专案持续开放中，让您汇齐汇费完全没问题。新粉专案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拨智慧热线02663032370，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便利性、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NE IT 置顶您会了吗？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现在快速教学60秒。苹果手机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往右滑，出现一个图钉图案，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如果是安卓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长按对话框，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置顶就是这么简单，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赶快置顶吧。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